作为华南跨境电商首选港，盐田国际进一步活跃资源互动，引领盐田跨境电商一路狂飙。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，可以看到车辆往来穿梭，现场繁忙有序。2023年开年以来，盐田国际不断密植内陆港和组合港网络。1月6号开通湖南省郴州内陆港，2月9号新增中山盐田组合港，3月东莞长平内陆港服务进一步升级。盐田国际通过海铁联运和泊船便利绿色的运输方式，将国际枢纽港功能延伸到更广阔的内陆腹地，实现工厂与港口无缝衔接，让更多进出口货主享受到港口就在厂门口的便利。除了全力推进盐田东作业区集装箱自动化码头建设，盐田国际还持续推动中西作业区智慧化转型升级。今年以来，两台最新轻型岸吊和8台远控自动化龙门吊陆续抵运码头，未来还将继续加大资源投入，未来3年将陆续增加先进自动化设备，持续提高生产力和深化港口智慧化水平。随着跨境电商等进出口业务的发展，今年以来盐田港已新增4条航线，其中亚洲线3条，澳洲线1条，为中国与东盟进一步深化经贸关系提供稳定供应链服务，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能。目前盐田共有约100条国际航线挂靠，航线覆盖全球主要贸易通道，外贸是深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。盐田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枢纽港，将多措并举，助力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。